中国，我说才去方，我们来到世上，我们来到世上带着学习的任务方向，不要说使命，都是被迫而行，赶鸭子上架，学会做人白纸一张，学会生活苟且远大，学会在不里听取实来，在实里听取不的音调，这样才知道如何赢得节奏。学会追走也要学会离场，学会死更要学会装，人生与梦演技多么重要。学会在一个高强的国家里做一名内心自由的囚犯，学会在不快的氛围中营造出一个快乐之家，这是这位艰难耗时的学习之旅，直到人过中年，人小胡须，呵呵一笑，所学的一切不是失败，也难教人自傲，只有无心之学把我们送上去了的成功路上。